文成高中每年拢伫北港鎮立游泳池来举办水上运动会，全校学生踊跃报名参加。为着争取佳绩，选手展现平时训练的成果，在同班同学的加油打气之下，率先游到终点。文成高中虽然无游泳池，但是校方仍是积极来推广游泳课程。透过每年的水上运动会，鼓励学生参加游泳竞赛，提升游泳的技能。那么，为了验收孩子对游泳的能力程度如何，因为教育部有规定，那么高中生要50公尺，国中要25公尺，所以我们就利用开学的最后那个第一个月的月底呢，举办一个水上运动会。为了加强青少年反毒观念，云林地检署嘛结合学校的运动会，进行反毒的宣导，让运动会是更加有意义。地检署一直在提倡反毒，让孩子有一个正当的休闲活动，远离毒品。刚好啊，游泳是最好的一个健康的运动，所以我们地检署非常赞同我们这个方向跟这个用意。药物毒品的危害身体健康，为了将药物跟毒品来赶出校园，提升青少年反毒的意识，云林地检署嘛鼓励学生透过正当的运动，促进健康身心发展。荣誉关注人协进会最主要的成立目的，就是要我们协助地检署这边来宣导反毒，宣导青少年不要吸毒品啊，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正当的休闲娱乐。每年举办水上运动会，吸引愈来愈多学生来参加。学校希望学生透过运动会加强游泳技能，也让学生远离毒品的危害，建立无毒家园的理想目标。记者范龙宽采访报道。